我们认为今天工商界的困难政府绝对无其责任来替他们解决，但是必须要具备正当的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借起的钱啊，就只能够用到工业生产上面去，你不能够做其他用处，否则的话我们拿公家的钱做人情让少数人发财，我们不能够做的。昨天晚上睡觉了之后，我想起我在六岁的时候啊，我的祖母她给我两个碗两个铜板，她说买一个铜板的酱油，买一个铜板的醋。我走到门口跌了一跤，我忘记了到底哪个铜板买醋，哪个铜板买油了，回去问祖母去，她你这个人这么笨啊，还是一样的嘛，但醋是醋，酱油是酱油，我们现在工商界的人呢，他拿买酱油的钱去买了醋，买醋的钱去买了酱油，这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今天有一句话，我发财是自由的发财，用钱是自由的用钱，但是发财在前要正当，用钱要恰当。所以我认为在前要正当，用钱要恰当，不然的话他亏了，国外去找那个厂，这里有公馆仰望，家庭有泳池，好，困难过你，困难过你，快救我，快救我，不救我的话，明天报纸上说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已经消克了，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我知道的很清楚，谁在那里干什么，谁在那里搞什么，有腐败的案子我们一定摆，菜上面案子我们也摆，其他案子也摆，凡是反复的人我们都要办，要顾到是全民的生活的安定，全民的国家的稳定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策。今年这一年的农业的发展是很还有我们的理想，最难得的一点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兴奋的，就当时支账采取免息贷款给农民，就不要利息贷款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反对，说这个免息贷款啊将来收不回来，到今天事实证明第一级的祷告免息贷款收回来的已经到了97.5%，这个农民的这种守信用的一种精神呢，实在是令人钦佩的。